Hey， 大家好，哦嗨，醒后，嘿，大家好，我是陈浩，今天我们带来的套路呢，不是，今天带来的大象呢，好不好？是一个套路象虾啊，大家看一下，我带的是纸柴，然后带上的是打野斧哦。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打野呢是纳克罗斯，那个纳克罗斯呢，其实就是石佑哥本人啦，好不好？那这边的话，这一场比赛是我跟佑哥，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女朋友，然后还有我女朋友，然后我们一起玩的一场比赛。那这直接的好不好？我们制裁赶快点掉这个可爱的小灵鸟。那这一套装备呢，也反正就是稍微的看过了啦，之前有在人家在职业赛的时候有用过，就是一个这种带制裁走边线的大象、喔。那我这一次呢，也就是来尝试看看走凯撒路，然后带上制裁的一个大象。那超人的支援速度是非常非常之快哦，直接就到中路去闹一波大师哦。我赶紧的赶过来帮忙一下。哦呀，我们这个纳克罗斯真的是溜溜溜溜溜啊！哇，那个血量这样残还可以跑得掉。那这边完蛋，这超人也是追不到。那我们赶快以清兵线为主。那可以看到，其实这大象呢，在前期来讲，我的这个魔量是有点低哦。那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大招开了，就直接不耗魔咯。我这边一口一口慢慢吃，好不好？慢慢吃，慢慢吃啊！有没有人帮忙啊，兄弟姐妹，赶快来一个人吧！那这边鱼人呢，成功的在帮我带掉古龙之后，我再回到下路这边来把这一波兵线给洗掉。好，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影片最后方呢，也有我 IG 的账号啊，那里面有一些我的就是日常生活琐碎的一些对发文之类的啊，无病呻吟的发文啊，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IG。好，那这边的话，我们赶快再把这波兵洗掉。那相信啊，对方的超人已经又去支援哦。是这样的话，对线起来，我们的队友会比较就是吃力一点啊。那这边的话，果断开启大招，我一个人承受了非常多人的伤害啊。我这边直接卷起来了，我发现不行，一定得死，好不好？不过这一波牺牲，我觉得是值得。你们看到这个，你看莉莉安在干嘛？兄弟在看戏啊！哇去，这个莉莉安真的是笑死我了。那这边的话呢，马上紧接着我们佑哥就直接杀过来，想要搞那个超人啊。不过这边我们先把兵线给整理一下，那用二技能叠出一个30%被动。那这蝙蝠侠想搞我啊，哇哦！那他抓到超人之后，我直接硬是大招 quick 起来，大招转起来。那这边的话，我果断的就被佑哥给放生啊。不过这蝙蝠侠好差一点。好啦，那不过最后我们佑哥也是去收掉他了。那这边算有一个沟通的上的一个失误啊，反正他就觉得好像不能打，但是殊不知啊，我直接打了对方一个蹦咚隆咚抢啊。那这边这个就要好像有点凶，有点太凶了吧，兄弟，我先拉掉。这边有点凶的不成人形了、那其实这个玩起来也是好笑啊，大家看一下我大象虽然带打野斧，但是我的这个野怪的层数啊，一直停留在一只，很非常久了。就是完全都没有办法去叠到我的一个血量上去哦，就是变得常常一直在游走，然后清兵线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大象清兵的速度蛮快的啊。这边看到莉莉安一个二技能，哎，这边这时候又跟我说这人头给你，我那时候想说好，一命还一命。刚刚呢他没帮到我，那这边把莉莉安这个人头给我，也是蛮 sweet 的一个动作，好不好？先看到美娜，果断的就转起来，最后一个一技能，不，成功收下美娜之后，这边还有一个超人的，我这边大招，有一点脚的，有点莽撞哦。那这边还有一个蝙蝠侠，一个一技能缓住之后，二技能带掉。那这超人过来倒内了，但是对方还有一波更凶的人在后面，好不好？那我们的佑哥直接收掉了，收掉了对方的谁啊？哇、这个佑哥逃脱技术真的是不错。那我这边别，我还是死掉了。这边还是被对方的旧妖符给弄死了，我已经死了3次啦，兄弟，这边搞得我很不专业啊。那这个超人呢，顺利的巧妙的躲过了我的一技能，真的是千算万算啊，算到我一技能会丢到那边哦。那我们的佑哥又上了，我赶紧的赶过来这边。好，我这边看一个超人，来，这哎，好多只，我一个超大范围的缓速，一次缓到4只啊，兄弟，大招转起来，好不好？不用怕，金娜靠过来，通通靠过来。这边看到这个射手直接再做一波的击杀，
成功的呢把对方打了是一个懵逼啊，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这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一醒来就一堆人都死光光了。那这边的话，这个超人很凶凶啊，那我赶快的扛了几下塔之后，搭配队友呢是成功的把这座防御塔给打爆了。那我们在那刻呢遇到对方的蝙蝠侠，我这一个二技能靠过来，二技能直接一个寒冰制裁，成功带到蝙蝠侠之后呢，赶快拉掉。那由于对方有蝙蝠侠又有超人中，这很烦人，然后伤害蛮高的角色，所以我这边选择带上的是反甲。那基本上你带出反甲呢，就算就是同经济的情况下，蝙蝠侠跟你打起来是绝对会被你打到一个要去认祖归宗的、哦，因为加上我们还有物防鞋嘛，那这边直接果断大招开起来，哎呀，我们的乔儿的这个大招也是开的不错哦，我这一个美娜直接献上他的向上人头啊，还有一个蝙蝠侠一个一技能过来，哇，真是抖内抖好抖满哦，别扛下扛下，哇这个超人，我一个致命的残血的诱惑啊，哎呦，这个野怪会不会把我打死啊，兄弟，哇哦。哎呀，这炮车感觉会把我打死啊！哇，我必须得走，我这边必须走一波了，兄弟，咱们走一波了，这很危险啊！我之前你知道被炮车打死是会被公布，你知道吗？很像 你高中的时候那种被广播，你知道就是广播，哎，三年级班啊，陈浩啊，你请到这叫不出来。哎，不过说真的、啊，我高中的时候，对，蛮少被广播的。那时候还想说怎么都没人广播我这样，就是不管是好事坏事啊，反正都没人广播我。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学校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会广播然后叫名字那一种，那突然听到自己名字被广播会吓了一个大惊，从早到晚失色啊，因为平常我都是那种做尽坏事的那一种，调皮的那一种，所以突然被广播的时候通常都不是好事。那这边的话我们有点太深入浅出了啊，所以赶快先拉掉。那我们等待队友的靠近啊，来把这波兵线给清理掉。这个超人呢，这是使命的要清兵线的。那我这边，哇、哦，这个乔儿又开大了，没办法，要打是不？我这边大招，等一下对方的控制技能啊，还没缴。好，这边的话呢，直接对方的这个美娜缴了大招之后，我也缴了大招去解掉他的控制技能。那这边的话，我们的锦呢直接硬生生的唯美的倒在我面前哦，那我也是救不了他啦。那这边对方的超人也是执意要做一波防守，那我们也就拉掉啊，太凶了，这边直接拉掉，不打啦，那不跟你做这个一番的这个见识啊，咱们对，就是对，没什么好见识、啊。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拿了这个古龙的 buff， 那赶快再叠一下自己的塔耶夫，我这边的话很可怜啊。是好不容易前面这长时间都维持在1哦，那好不容易后面才开始叠起来，那这样完全就是放任队友，放生队友，就是自顾自的开启自私模式哦，然后也不去参加会战，就是疯狂的叠一下自己的这个打野斧的一个被动。那对，但是叠太久之后发现，队友好像待机断掉，赶快靠过来，这超人不理他，我的目标是这蝙蝠侠 ，Goodbye， 成功收头。这一个剪头呢 ，Save 是666666。好，那这边的话，这个上塔呢，看起来可以拆啊，但是超人在做防守，所以我们就拉掉。那这边中路的兵线再洗一波，哦哟，鲜嫩多姿的蓝 buff 哦。然后我觉得大象是一个蛮浩然的角色，浩然名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们就拿一下蓝 buff 这个去补补他的这个魔量哦。那这边我最后一把呢要出到爆裂权杖，我要增加他的魔攻的伤害哦。那可以看到我第5个出皇冠，其实皇冠出来的伤害呢就相当相当的高。那这边还到对方蝙蝠侠之后，我们右哥直接上，我大招果断开起来，这美娜被推到墙角一个壁咚啊，我们的乔儿直接壁咚对方了。那这边的话我们直接开进来了，别怕兄弟别怕，我一个二技能直接就收掉了对方的特纳斯，我站在这个死亡的金三角地带这边啊，这点血量好啊，别好好掰。这边直接人头落地了，那我们的锦呢直接过来补上两枪，成功的再收掉对方的力量。好，这一波呢紧张的来了，对方蝙蝠侠是不是能够？哎呀，这大招射的真是相当的溜啊！哇，直接把我给打傻了。那我们的锦呢，我也是救不到。虽然我们锦一个免疫开起来，这个免疫锦啊，那但是呢还是倒地了。那这个超大的哇，这个大鱼螺旋也太疼了吧！这个是疼到连这个普拿藤吃10包你都哦，这超人我们赶快救一下这个金娜啊，这金娜成功的就退场了。那对方超人也是真的很凶啊，刚被真的是被那个大玉螺旋给打到一个吓傻，哇，
这个超人太狂了吧！我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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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啊别啊，好说好说好说歹说，别杀我，好，我死了我死了。那刚那波真的是硬是要杀我，真的是硬是啊，你知道吗？我们软式的就被击杀，硬式的想要把我给收掉。那这边的话看一下这个凯撒，我们乔看到对方的凯撒已经蠢蠢欲动了。我这边赶快杀过来，看到美娜成功收掉美娜之后，我们这边大招亏起来，亏起来，好不好，兄弟？我们这边直接开起来。哎，还有看到一个力量，我一个人在后面攻击对方三只，这大鱼肉虽然会直接把我致命啊，但是我必须做一波牺牲哦。这边直接看佑哥秀一波啊，秀好秀满秀爆全场啊，我完全就是在后面这样。好了，不错了啦！你看我们一个人，对，我们队友在后面吃凯撒，我在前面一个人挡住对方三只角色哦，然后把伤害呢全部都吸收一个最大化，那、啊、给我们的这个纳克了一个 triple kill， 有没有？这个、套路大象拿了一个7620啊！虽然说啦，好不好？我们这死亡真的是有点多啦，但毕竟我们是属于一个坦克嘛，对。那我们是一个切欧牌的坦克，我们也不要太在意数字，我们最终的是什么？是需要什么？一个 victory， 你知道吗？成功了，最后把对方防御塔打了一个蹦咚咚咚抢啊！那么好，对，这一场比赛就到此结束。那这是我一个带制裁大象的一个实战解说。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么我们呢，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那最后呢，也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IG。好的，那真的要 good night 了，啵啵。